得熬夜表决跟蔡适应一起共度了多少个夜晚，在立法院啊。咱台湾未来要面向世界，台湾的实力要愈做愈大，哦，唔免讲做外交国际事务的人拢了解，咱伫社会咧走走。有实力的人比较不会被欺负，对不？对。两种人啦，第一，要有实力；第二，我们与人为善，咱交朋友较袂去用欺负，对不？对。啊，咱的袂拄好，咱一个厝边不时的咧受气，吼。哎，受气不是家针对咱呢，菲律宾、日本、长东协，咱所有邻里这些国家。去日本，甲日本高峰会，大家拢讲，哎、欸，这因的脾气这么坏，我们真的要大家一起想办法来面对，不是甲台湾的。所以，咱大家互相帮忙，国际上爱交朋友，啊，自己也要建构实力。所以，蔡适应登固底国防委员会，就是咧争取咱更加侪国防的预算。跟国际交朋友，更多国家愿意帮台湾。我在去美国以前，我伫立法院做过十四年的立法委员，为挑选的做到台北市的，啊台北市了，国会减半，转派去花莲，所以我做过农村的立委，也做过都市的立委，但是也做过小党的立委，做过大党的立委，是差就多呢。做大党的立委。知影当阁安那甲咱反对，吼、哦，甲咱弹米粉啦、啊、丢水球啦、啊，连猪肠子都拿出来丢，计较我们人还多一点。阁表一个熬夜表决，跟蔡适应一起共度了多少个夜晚，在立法院啊。